据相关媒体报道，韩国艺人金宇彬昨天在社交网站发布了两张照片，并配文以表情符号，粉丝们纷纷暖心留言。金宇彬2017年5月被确诊鼻咽癌后，就终止了所有演艺活动。这次公布的两张照片中，金宇彬良好的身体状态让许多粉丝感到了安心，盼他尽快复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